李白兑现程咬金，石林开吧。毕竟李白的前妻是无敌的。我神仙跟上拿下，怎么可能呀？当然了，闪现不只有这一个用，还可以帮助你回血，就比如这里。嘿嘿，吃鸡去。这边偶遇好兄弟司空震，看见我就跑，一定是想起来了欠我的157块钱没有还，气得我直接神仙冲了上去给要了回来。这样是不好的，所以是坏的哦。如果说螃蟹是对抗路的尊严，那么血包便是底线。所以说被抢了螃蟹还被抢了血包的对抗路实在是太逊了。这边偶遇一个王昭君，管这玩意叫偶遇，不要在意这些细节，我闪现调味，他闪现调味。当然了，身为一个优秀的边路李白，不只要有强大的击杀能力和吐血包，不是吹回血能力，还有逃跑能力。顾名思义，跑起来！猪，你的鼻子有两个孔，感冒时的你还挂着鼻涕。再见。或许是冥冥之中的指引吧，一切一切的巧合迫使我来到了这，一定不是让我来虚度光阴、浪费时间的。是的，没错，是让我来品尝血包的美味以及兵线。好嘞。当然每个英雄都有他出场的时机，而我自然也不例外。宗师加无尽的伤害让我所向披靡，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经济压制呀。什么叫压迫感？这就叫压迫感。我直接约两个塔过来打人，甚至没有一个人敢过来打我，真的是满血还在水晶外面闹，怎么可能呀。